大家好，这是20号公路，我们从转过来了，从89号转到20号公路。油价还是2.59。远方还是有雪山呢，看雪山。看着雪山跑，3:40，太阳还是很高啊，不过温度很好，48度，穿个短袖比较舒服。自助的时候，自驾游的时候要带好食物和水，还要带好衣服，自己的衣服。它这个中间是你一压中间或者压旁边，它就响，不停响，提醒你，这样对轮胎也是一种磨损。太靠中间了，太靠旁边了，注意安全，小心驾驶。皮卡比较多啊，工具车，各方面的工具。看到神山了，看到了神山，仿佛来到了西藏。这路边应该有去拉萨朝圣的人，磕长头。前面的车还是我们曾经追过的车，然后我们休息，然后拍照，各种时间加油，他又超过去了。心中制定了目标 ，Erie County。这边是有卡宴吧？卡宴。像小人一样。20号公路，向西20号。要转到15号公路上。美国的高速公路80%到90%都是免费的，就是有一些是收费，比如说从新泽西到纽约过那个道要收费，他从纽约州往纽约市下那条路不收费，但是其他周围去他那里面都要收费。去
旧金山进去时候要收费，出去不管，不收费。然后过那个海湾大桥是单向收费。收$6。看这个我们是可以超过它了吧。犹他给大家带来的报道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会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